导致吊球失误发生。刚刚阿吉第一线的防守粘得相当紧啊，亦步亦趋的跟到篮底下，最后造成了林书伟的失误。陈正杰再交给外围的阿吉做一个假动作，打得相当有耐心啊，一道短的进攻篮板在大 B 手上，球出到界外。看起来张东宪对于篮底下卡位的尺度相当不满意。对，收音收的还蛮清楚的，不知道他敲我，我就直接敲头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说好不打脸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手下手基本上真的，我觉得大 B 现在的确有点情绪哦，跟小夫的对位上面好几次都看得到。阿吉的后撤步，这个出手 quick release。Luka Magic 是没有把握住，有点赌博似的放掉了。裁判享受了江东宪跟简浩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，头带之间的对决。林书伟这次没有加入。我其实简浩，我觉得他位置站得不错，只是说他是做去跟身体上面的一个对抗。这也是年度穿搭的对抗。嗯，最后有。张宗宪带走胜利，对，电脑一台。而且另外一个要提到的是，今天勇士队的罚球似乎 Formosa Sexy 的干扰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，因为现在是16罚13中，看的子子是有一点点的。你怎么也知道？我家主机板要拿出来，抓到了。阿吉的投射还是没有，对，还是在打铁。裁判享受了。在第三节的比赛，梦想家8次外线的出手全部落空，没错。